大家好，我们是南拳妈妈，我是景豪，我是 Milk， 还有炎霞，我是雨杰。今天我们来到户外野餐。那为什么会想要来野餐呢？因为天气很好，然后加上因为现在疫情关系，对，而且建议大家在户外，空旷的地方看一下阳光啊，吸收一下分多精，对，就是心情会变得很好。哎、欸，今天还有可爱的 Milk， 对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宠物 Milk， 你的小孩，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带一样自己的食材来。好，那景豪先介绍你带的食物。我今天是带水果了，因为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，自己是吗？自己切的，自己洗的，自己下农药的。那雨杰呢？我带的是喝的，量饮料部分，地酿的，爱情酿的酒。爱情一样的茶，你带什么？来，先帮我抱着，我要隆重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带的。尽管它是现成，我也是自己回锅，自己里面切开，还有加。不错哎。对，今天呢有看到景豪身上拿着一把吉他，就代表我们今天要在这边烤肉、唱歌。对，我们今天吃东西，而且我们很久好像没有公开唱歌了。对啊。天和日丽之下，对啊，风和日丽，风和日丽之下很适合来一首歌。什么歌？你决定。我决定吗？好，先带来一首那个好了，之前的歌。好，一片光。好。那年素衣白纱，策马紧你身旁，眼眸如水般荡漾，寒冬里。影子落款心上，万金不换一两，城市繁华不及和你走到鬓发苍苍，至高无上万人敬仰，不及你一片玉纶搁浅我身上，管他命运如何的动，我的爱不忘你的一片余光，我愿甘心登场，为了你又要何妨，这一世随你荒唐地老多天荒，我的无怨的风霜。完全没有 rehearsal 过，好久没唱这首歌了。我们现在应该要赶快吃东西，先吃，先吃，不然就会变虫虫吃。干杯！耶！来，敬你一杯。生食先吃。大家不知道那边有几千人在看我们，对，现在后面有一堆人围在看，很奇怪。那边的朋友，旁边的朋友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嗨，姐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你们要尝一下。这么大一块啊，一个人这么大。不然你们一分一半。你看，这是你精心制作吧？精心、用心、用爱心去调配的。因为我从面团开始发酵开始做的。你大概做了749天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得知知道今天要露营，要野餐，就开始在做面团。面团。上个月就开始做。OK。哎，最近因为疫情，大家都在家很闲。那你们都在做什么？比较近期的是打那个，有点像是拳击类的课程。那景豪呢？我最近又成为一个电竞选手。好像跟我有点像哦。你也是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打游戏嘛。那你呢？我就是电竞选手跟一个孩子的爸，一个孩子的爸。而且我发现最近很多人的习惯就是变成喜欢去户外走。对，像我最近也有去爬山，上次也有爬过山，不会很久以前，还是我们下次一起爬山。我觉得我们下次真的可以一起约一下爬山。好啊，等天气凉一点。但不要爬那个太艰难的山。你上次去爬那个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我上次爬那个一整路都要攀，就是拉绳。大家可以去他的 IG 看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。我真的要疯了。但我那个比较简单，他要去爬我那个吗？好好好，好，我们下次一起去爬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可以爬的是那个摄影组会很辛苦。摄影组就是手上还要帮我们摄影，但他也要跟我们一起爬。他首先要是个登山高手。因为吉他都带了，不然我们就再来第二首歌。
下，秋哥每次商演的时候都会用这段词介绍他。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香香甜甜的歌曲。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，偷偷看着你脸上的笑容，你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就这样牵着你一圈走，这路没有尽头，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害羞，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，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灵相通。哦哦，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这次绝不放手，你变成属于你的流星，帮你实现心里所有期待的愿望，不管四季变换，我的心意不隐藏。其实今天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快乐，然后就是走出户外啦。而且我们这里离机场很近，对啊。然后因为我们工作关系很长，就会去要搭飞机跑来跑去。那你们在机场或是机上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？印象最深刻的通常就是 delay， 然后当天的活动赶不上，对，或者是回不了家。其实回不了家，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新疆乌鲁木齐的时候，就是玩过头了啦。然后因为那个飞机两天才有一班，我们错过那一班飞机，我们又在当地待了两天，多玩了两天，然后我们又多胖了两公斤。当地的那个朋友都很热情的招待我们吃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没错，喝了。印象深刻的话，那应该是我们常常赶活动，然后以及都要在飞机上化妆。哦，对，我真的很常，我现在根本就是那个飞机还有高铁的那个化妆师，化妆好手。还是我来说一个我闹的，就是有一点可怕的，在飞机上。好，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。没有，不是飞机上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内蒙古表演，对，然后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先在北京睡一个晚上，然后隔天早上搭飞机到内蒙古。然后呢，当天晚上就睡在北京的某一个旅馆里面，然后就那个房间，我就一进去，我就一直觉得厕所的地板湿湿的。后来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就躺着，然后怎么睡都睡不着，我就一直觉得那个感觉很怪。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有人上我的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是警察吗？不是，我有关门，我有锁门。OK， 我爬窗户进来的。接着就是一个那种很像塑胶带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，这样突然很从旁边，对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从旁边那里，然后弄就到你耳边，鸡皮疙瘩。然后我就瞬间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开始骂我所会的三字经，然后三字经的佛经，张开之后就没了。当天晚上我就一整个晚上都不敢睡觉。因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？我知道，对，知道，他知道。哦，明明我们就是很开心愉快的那个野餐，结果他讲了这个恐怖故事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赶快收尾，要赶快把东西吃完。对的，因为我们不能浪费食物，因为苍蝇已经在分食我们的食物。没错，所以呢，待会呢，我们就要好好赶快把东西吃完。对，所以这样我们就不跟你们讲话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六七，这个一定要放进来。二三，这不要吵我，我有自己的节奏啊。什么一二三，我粘，很吵哎。好，等我笑完，六七，我粘。你要我几遍？我也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。嘴角的奶油感觉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。